还有八个人，我有一个爷。这边的这边的没解决掉，居然刚才。被拉起来了。这边呢，我不知道死完了没有。三枪。死了一个，这边两个，一个，一二三。但是这边的人我打不到怎么办？他烟散了的话，他得跑，这个人得死。我记住他的烟，打他一手。啊！三个人都在这儿，我以为烟里还有一个人嘞。我这波是怎么想的？左边的人丢了烟，这个烟能封住双方视野，我先提前去把这边的人干掉一个，最起码打掉一个，我怕最后一打二会有一点点麻烦。谢谢汤汤，谢谢汤汤送的两架飞机，感谢感谢。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谢谢糖糖，谢谢糖糖送的双飞。谢谢风月台送的班卡。走了，兄弟们。两架飞机送我下锅，谢谢汤汤。走了走了走了，刷溜的人太少了，真的。好不容易吃把鸡，也看不到几个溜，就看到了汤汤的两个飞机。哈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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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晚上我就不来了吧，晚上我就不来了吧，但是晚上我还得玩。我想一下，今天也就播了两点钟。五个小时，今天播了九个小时，差不多了，九个小时差不多了，走了，明天见。山有他乡，铁路。我是真的疯。
追问呀。不刷墙是不是啊？真的是。K 在手，天下不要。晚上好呀，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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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帅逼，欢迎烟火。我直播的时间在直播公告哟。早上9点，晚上8点呢。我还没有人。咋还不知道我的直播时间呢？安静了，我操，三甲全给他打烂了。他们怎么一人30发，身上一人30发 AK 子弹，子弹有点不够啊。哎呦，卡住了。我操嘞，唯独他打到我了。一个一个来，就很秀。捡错了，捡了个什么东西啊 ？AK。为什么让他打到我了呀？打到我了呀！当当当当。一个个的来哈，欢迎良辰。噔噔噔
噔噔噔噔，丢个雷吧。欢迎荒芜的啊，哦，外面有一个包，对，哎，外面那个包我没补它，它自己死的吗？我还是说我补了，我记得我不会补的呀。换 scar 吧，为什么换 scar？ 我也没想通，这样我可以少带个配件，另外就是 AK 也不咋好用，是吧？欢迎大兄妹。五颗雷，这个干啥的吧？这应该是快速吧？飞机来了，欢迎少天。飞机我看到了，空投我看到了，七十，蹦蹦，吊针吗？哎呦，忘了空投在哪里了。为啥慌战区不慌？慌啊，内心慌。没表现出来。
屡见不惊了。发烧还是感冒了？咋掉针？你们看到空投了吗？好，我看到了。打得我头了，居然还！谢谢，是重用菲比，谢谢菲比回比，送的饭卡。刷完这个还是打游戏？游戏来着，打游戏分神呢，治病呢，不舒服就要玩会儿游戏。睡着了，那说明烟火好困了呀，烟火好辛苦啊，天天在打吃好久的鸡，是不是？谢谢大帅逼，谢谢烟火送的屎球，谢谢屎球。我没看到吗？是啊，练东西去打游戏。意志力，20个飞机就3个是球球，亏老惨了。心够大，3级包都装不下。
纵使是三级棒我都觉得装不下。嗯嗯嗯，不过嘞，我操！他们这封烟的意思是要过来干我，是这个意思吗？是的啦。退居二线，他们在那斜坡下面。我不知道，好吧，我捡了三千块钱的品质换的，起码都不谢谢我。送了什么？我这边没显示啊。我发现这个出问题了，我没显示你送了东西。送的是啥的哟？
谢谢荒芜大大送的飞机，谢谢荒芜大大送出的大飞机，谢谢荒芜大大。谢谢荒芜，荒芜牛逼，荒芜大气啦！谢谢荒芜，他们都没有416吗？他们好浪啊，是不是？这老哥在描述什么呢？还在那包呢。谢谢荒芜。我这样还是安全区的边上，这边还是有人开枪。过来 look look， 小鱼怎么不要？没有投胎板，就在小鱼吧。二级甲好烂呐、啊！一枪这么多血，跟打头一样血。枪头，他在瞄这边的人，看看看。不可能能救吧，
退回来打个样再上，手雷刚才没必要了，对，又剩了一局了，剩局了两枪，太恐怖了，我这枪最后一个，这个补了，哎，这个怎么没滚呢？哎，怎么又不滚啊？难受啊，都给他救下来了，问题不大，哎呀，差一点点呢！哎呀，这个人没给搞死，我操！雷没丢好。啊！这边还有一个，哎，门都没开，为什么？听错了吗？哦，听到了。隔壁的电钻有点烦啊，感觉已经快装修一个月了。应该也快完了，来了。这个人是假车库来的，也就是说，开始我觉得我隔壁有一个人，他没有，他跳的这个地方直接跑假车库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啊，我捡不下，
他绕了一大圈，从那边绕了一大，是假车库看到没有？哎，这门是他开的，这门不是我开的吧？为什么这门被开了呢？哎呀妈呀！哇，难道他开了一下门之后再跑到假车库去的吗？啊，这么多子弹，兄弟！哇，还好。我还是想打 AK 一点，感觉 AK 轻便，拿的手上比较帅。大盘鸡拿的走不动路，就很难受。物资点射在补人是不是？他们在城中打了，稳一手稳一手，先找个防弹衣吧。气刀补掉了，我感觉这个枪声是在马路对面了，都不在城中了，在马路对面。有人翻窗，近点，但是看不到，算了，先不过去了。他应该翻着窗直接往那边，往枪声那边走了。算了，不要防弹衣了。哇！哇！哇！这么痛的吗？有头有甲还是厉害啊！先进去打个药，万一他把我头给直接打掉了。哎，这里没有甲，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打到了我胸口，是不是？正因为打到了我胸口，所以比较痛。他被打了，还在补他。补了，应该是在房顶补的，应该是在房顶打的。他有可能是蹲的那个围墙在打防弹，跟我一样。这空投算了吧，我不看了，因为我们现在在处于危难之中，空投离我们还很远。所以说别去想了。我看到了，在果然在三楼楼底。这个人吧，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等他过来舔这个包，他这个包肯定是要舔的，但是他应该……那边是枪声，枪声，我以为是脚步声，比较远的枪声。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在楼顶还往我这边看是可以看到我的，但是如果他再上楼顶要往我这边看，我就立刻换上四倍镜将其击毙。我们再把这个房子搜一下，顺便再听一下那边还有没有人在开枪。这个门关的，制造一个没有人的线。算了，要打这个吧。还有人，走过去。那他就不会过来舔包了，短时间。我看到他了，他应该也看到我了。看到我了，他在瞄我，然后我准备直接将他两枪带走。他为什么不瞄了呢？看着他瞄了一下，兄弟别怂啊！看来这是一个高手，假装。
装钱包。房子里有人啊，真的假的？这个房子我们先不要直接进去哈，怕他在哪个角落阴着。要记住，窗户是能把里面全部看透的，就是无死角的，只要在外面看就好了。但是我不好去那边看。我操！这都不死，这个就是在那个三号的楼顶的，他的队友应该。但是城里还有人，刚才打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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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里人打枪，我刚才没仔细听，但应该是在那一块儿。可以，二级一套，稍微刚一点点了。操，兄弟，兄弟们，你们都是音乐啊！哇，这他都不死，为什么？我也没有雷，我怎么老捡不到雷呀、啊？还想拿我枪线啊？你那兄弟在打药，你怎么了？哎呦！我看我能不能打他的头哈。来，他的兄弟也会出现。哎，如果说要我狗一点的话，还是会强一点的嘛，是不是？哇，听到。光听到还有一个人那样的，声音比较小，离我还有一点点距离。刚才
找车去了。哦，垂直灵敏度我刚才加了一点哈，我现在变成 0.9 了，今天加了，我以前都是用 0.7 的。哇， 0.9 都有点难压，真的。但是我不会再加了，因为7跟9都能都算是我的幸运数字了吧，所以说不用变了。我看到车了，喂，这一枪是枪声在这个地方，没有 98K， 随缘打架，不要去刻意找了，我要去找，先找三一桶再去打架。好像空投刚过去是不是？空投是不是刚过去？这就有点绝望了呀。哎，这里有辆那个有棚的，换一辆有棚的吧，换一辆有棚的吧。谢谢爱的沉沦。27个人，想一下，我没什么计划啊。没有什么很大的计划，那我们就往那边去吧，往江山那边去吧，因为空投刚才好像是过了，我没有那个。哎，有一阵枪声，还很远。水城吗？不是吧。头看一看，还有一点点远，继续过去吧。哎，有人在打我。哦，我看到，我看几个人啊，两个，不好打，他们都有延级，现在还是我没有狙。看一下要怎么打，各个击破啊。有一个人在拉，往左拉，看到没有？有个人在往左拉，这时候我车不需要踩了，往后拉一点，他们打不到我。然后我先去把左边那个拉下线的给破掉。反正我们加进去可以随便玩，没事。他现在不知道我走了，应该。
他枪线的人我怎么还没看到？所以说我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下，我不要往下摸，有可能正好撞在人家脸上去，所以我必须得再跑远。我相信他不可能跑这么远，所以说我应该这时候差不多往下拉了。好，我看到他了，哇，老哥，你是真的凶。拉得这么远，真的是屌，一般人不会拉这么远的。远处打我的不管，看看他有没有 98K， 有 98K 之前都要死。然而并没有，这个时候呢，可以转转转。这时候我们看眼圈，圈太远了，要先溜了。我的车被打炸了，如果圈近点的话，我们再陪他玩一下。没有98K 打这种远距离挺吃亏的，不是挺吃亏的，是太吃亏了。太吃亏了。你这一枪打过去，哎，这有车，哎，那也有车啊。那我们再陪他玩一会儿，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波要怎么玩？先到这样来，这个车轮胎必须得给它打掉。我一般不打轮胎的，但是这个轮胎我们必须得打掉。然后喝瓶饮料，回去打他们。他们是没有车的，那就犹如瓮中之鳖了。那就犹如瓮中之鳖了。有车就可以玩一玩。然后这时候我们拼车很有技巧，我们这车绝对不能让他们打到轮胎。跑这么快，老哥，兄弟，你们完了，就跑到这里来了。兄弟，你们完了，我往前再走一点，我今天真的是，我看你们俩怎么活，好不好？不愧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哇，毒死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他们就是一直这样走，走的也很快。我还是哦，我一开始是走的快，在这儿。这个包其实我不是那样的，因为他们好像没有98K。他们好像没有98K， 怎么办呢？兄弟，你包呢？这盒子你看，要刷这么久才刷出来。算了，填一个包就够了。哎，他是不是有垃圾头？好的。车被他们打烂了呀，轮子一打掉了，车子都冒烟了。哇，前面上面有个空投，有车，好像也是想捡空投的，也捡空投了。这个时候我看圈有多远，圈不是很远。我选择一手标记车，然后上去。好，车继续开了。哎呦，他们可能把空投机养了，这波我就不去了。哎，可惜了呀。好烦呐，没有车，不是没有那个三级头三甲呀，也没有狙啊。
起码给我个什么连狙也好呀，对吧？这个现在这个鬼枪打远距离一点都不厉害。哇，这 SKS 这么强的吗？连续爆头两个。哇，这么强的吗？会他一会？会不会？不会。我觉得要不暂时先不惹他了吧，决赛圈了，觉得先别惹他了吧，先不惹，退回来，稳一手。因为他们到防区了，你知道吗？如果他们到防区，我还搞他们的话，我觉得我有点傻。我觉得我现在停车位置也有点傻。但是这防区应该不会还有人吧？这个时候已经在缩毒了。他们到防区，我要硬生生搞他，我还会被打屁股。这个圈内我觉得可以弃车了，其实也可以不弃车。哎，不弃车，凶一点。不弃车的打法是凶一点的打法，弃车的话就是伏地魔。但是你看，那前面有个高山山坡，这伏地伏不了。这个车准备进圈，这个车就是那个很强的那个人。哇，满编队，兄弟，我能不能不惹他们？哇，他们到山头打靶，这时候立刻留，找一个。我觉得到防区也不好办啊，我觉得到防区也不好打这个山头。哇，他要过来，不是那四人对吧？好像不是的样子。哎呀，满编队刚，还差最后一个，没扎死。先捡个八倍镜，然后直接去捡空投，没错，直接捡空投，开车捡，必须得要车，要掩体。兄弟，你终于可以退休了，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轰，捡起来。感觉这样不是很好追呀，等一下，先暂时不跟他对了。
别扎我车了。你先打头发的，兄弟，你还不跑毒吗？他是不是跑毒比较近呢？为什么会跑回来了？我发现我有点蠢，我这个发觉。还做一个，有什么好东西让我舔一手吧？来个烟雾弹吧，舔一舔以示尊敬。我绕了一圈，太紧张了。这个人我不相信，哎，不要奶自己。先在这等着吧，我也不动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这边。真的，因为对吧？如果不在乎，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应该在马路对面，他在这边应该早打我了。先不动，先不动。吼吼，兄弟，你要过马路了。等一下，先打平聊。但是如果在这边怎么办？在这边我也好进去。好，看看。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谢谢大家的六六六，谢谢大家的六六六。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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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到这里不早跳，妈现在跳不完了。没事没事，我们敲对面吧，敲 P 城的对面，就这一排房子少一点的。
敲这一边，可以。敲，他们都去里面了，我们敲外面，敲你，敲对面。废物，我看到这里垃圾器啊，随时跑没有事，非要跑。好了，一号你太往里面了，一个人。OK， 我是赵云，我可以七进七出。哎呦喂，我的枪遇水则刚，走去一号那里，
走啊，兄弟们！过来填包吧，这里10000个包。好。能来点牛逼点的枪吗？进来一些这种。哪里？一号那里吗？对。谢谢真猛送的飞机，谢谢真猛，哇哦，谢谢猛，谢谢猛送的飞机。谢谢真猛。还有包吗？在哪里啊？在我这边，这边，这边。你们杀几个？我杀了，我杀了12个。这队是被你灭了。你杀了多少？12个。对。在楼上。12个。对啊。我操！我靠，你开挂吗？我操，这么惨！没有，开挂他们还是人吗，兄弟？哪里还有包？没有5.56，没有5.56。兄弟们，走，跟我杀人去吧。哪里有车？你们开车，我坐车里开枪，全扫死。要不要这么牛逼？杀12个，小一小场面。很多战队叫我去，我都不愿意去，我就想当安安静静的当一个路人王。我对我自己要求很高，很严格的，每天必须有3局20杀10击。就严格的要求自己。这里有个车。好，这个车走。他好好打游戏好吗？我走。我今天早上看了那个星座的，红色的车有助于我。我操，兄弟，你这个枪法怎么这么溜？兄弟，居然能从我手上把人头给抢走，牛逼！我就停点子弹，我呢，给我留点5.56好吗？哎，刚才那里有5.56，怎么不捡？100多发，我没看到呀。看到。我操！你要不要这么恨我？你要不要这么恨我们？我操！大哥，你这是搞什么鬼？我操！我卡了！我操！我早都刹车了，但是没刹住！我操！日！我感觉这车他妈离我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近，屁股一紧，差点他妈把我也撞翻了！我操！完了，我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拿走了，我真的是崩了！妈的，这在 P 城10000个人想要我的命，没有拿到我的命！哎。我操！我怎么又倒了？我们是在毒里面吗？我不知道在毒里面。喂，完了呀！我已经2倒了。
是吧？我不打架，我就跟到你后面，你打了我就服你。没事，我不会再打。敌人的枪伤不了我的，只有队友的枪才能伤得了我。来了，只有队友的枪能杀我，你们相信？我操，还好，我刚才还有点血，我不然撞死三个，我操！撞死三个也没关系，只要不要四个就行。如果他撞死三个，然后一下子惊慌失措，想救人，跳车摔死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我们再开辆车吧。都可以。金泉，抢四个红头，我们必须得人手四级头，吃鸡要有格调。一般的那种水煮鸡，我是不愿意吃的。你能不能别装逼？我操！垃圾。我很认真说话的，你们不要笑，行不行？这逼给你装的，我操！我很认真的，不要笑。没有笑。哎，怎么？卡了。你给我开吧，给我开四号。哦，没卡。这不看着你在往河里开我。我们就一号点吧。撞了我一下。一号点。没被搜过，你们搜一下吧，我就不搜了。我也不要了，我不喜欢干这种粗活。我操！我想挂点556，五六太少了。刚才那里丢了挺多的，你们没拿吗？喂，有人。喂。我凉了，还有什么？没有了吧？不知道。我的天哪！楼上有人，他扔了个雷把我炸死了。我拿着雷冲了，那是我娘了呢。说相声那一段。我说什么相声了？这是他们的小孩吗？抓住人质吧。我刚更新的时候小孩吓我一跳，对啊。没人了，应该没人了。但是他们是击倒的，两个。那这边还有队友。为什么是我挂了？操！我去捡一下空投，谁陪我一起去？快，很远吗？就在很近。对，有没有看到？看一下。哪有空投？刚才飞机过了呀。早就扔了。
没事，四号可以帮我挡两个子弹。没事，他们打不到我的，摩托车开得很快。还有他队友。好，我们回去了。我穿金甲可以给你啊。好稳的兄弟，那这把不吃鸡就吃傻逼。对吧，吃鸡就靠这个三金甲了，对吧？对。我准备坦击，我准备坦击。来了，他们来了。哎，你车骑得不错，摩托。是吗？啊、嗯，骑得蛮好。来了，他们来了，他队友。上，我在这上。看到没有，你前面有个人。好，稳的。好。为什么没有那个了？没有子弹的卡点。你去我包里舔，我帮你有，全是清流二。我还舔无聊。旁边包里有，够了，现在够了。好，我打球包，把这个车打炸吧，在这里好恶心啊！那摩托也快炸了，把摩托也打了算了。我擦，怎么回事？刚才被炸了吗？被车炸到了是不是？把摩托打了算了。不行不行，不然在海边。打了还好一点，听说这个可以治好我的阳亢之体。我多捡点雷，捡点烟，我包你六个烟。什么时候进攻啊？有车来，很快。他在按喇叭呀？他在挑衅你们。哟呵，他真的是膨胀。我他妈怎么操他妈！死完了，死完了！我的天，四个人你都打完了？对啊，这里我靠！为什么每次都死一个队友？我真的是难受。他有三级甲可以捡。你好，下一把带我吃鸡行不行？你觉得我很强吗？太牛逼了，这个雷我操！我不是我丢的雷。我丢了一个雷，我没炸到，好没炸死的，反正。但是那个上面显示全部是一号杀死了，是我用枪打死的。对呀、啊，我扔了个雷，我扔了雷大概。他扔了个雷庆祝一下，相当于是六六六的意思，我懂。好吧，没有礼炮什么的。他们有狙吗？有，除了 MAS 有九八 K 吗？有九八 K 啊。他们有九八 K 吗？一号，你是不是挂？不是，我是个小主播。操，你这也太牛逼了！我在斗鱼直播。下一把带我吃鸡。好晚了，要吃饭了呀。我给你顶外卖，真的吗？一上午都没人送礼物，我操！我他妈现在得去吃碗泡面了。你居然说的这么，真的？我在刚才跟你们，刚才在杀之最后一堆人的时候，我脑子里有一个邪念，一个杂念，在想今天中午是吃
那个老坛酸菜还是红烧牛肉的？分神了一下，不然三号死不了的。由于我分神了一下，因为一碗，因为你在想吃牛泡面，是好快。对，一碗泡面你把它全按，我操！我从来没有这么肥过，我操！从来没有这么肥过。我们在全中心呢，这不吃鸡真的是对不起。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四号为我精心编织的三级甲吧。这个圈完美，我操。对啊，完美。这枪太菜了，我操，居然没打到头，饿了，枪不停了。后面有车来是不是？我的车停哪个？牛逼牛逼牛逼！他妈的一枪都没打到，我已经打了两枪。我操！还差一枪！哎呀！哎呀！没事，他们要跳下来的。他们在圈内。我刚才要是没有换98K，杀完了。这边有人要下来，不烟了，要往下跳呢。好，我们要进去有点麻烦啊。地方地形好。还有烟，我有烟。干嘛要进我铺烟走？差不多了吧？你看怎么走？到那个石头那再怎么样？可以啊。
牛逼。我给他打死了，好漂亮。等一下，没事没事没事，在圈内就不慌，我的位置应该可以扶的。OK， 在洞内可以扶。完美，我操！好，我看到了，有一个人，我看到了，我放下，我没烟了。接着甩烟啊！哇靠，漂亮！你好，我他妈的佩服你，我操！可以吧？牛逼牛逼牛逼！这枪法我操！你绝对不是吹牛逼，我操！二华刚才说会刚才说的话啊，是不是？这我说过。你真的我操，真的，你真牛逼，装逼！你真牛逼，你真牛逼！别说一会儿，出来记得。他们要下山的。我操，这个人也牛逼！我有雷，崩他！有点菜，我这局。哇！哎呀！没了，一号。哇靠！牛逼牛逼牛逼！那你妈的，刚甩了一下，直接打。牛逼牛逼！哦，漂亮！一号带我飞！哈哈。谢谢真猛送的飞机，谢谢真猛送的大飞机，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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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桃花心爱的跟班送的饭卡，谢谢世界送的饭卡。哎呀，再跟他们玩一会儿吧，好吧。带他们一会儿吧。There's no crime. 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Comes to带他们一把吧，勉为其难带他们一把吧。好久没看你了，还是这么牛逼。Let's take both of our souls and intertwine when it comes to you. Don't be blind. Watch me speak from my heart when it comes to you.
喂喂喂喂。啊，听得到。OK， 争取再吃一把鸡。好好。你现在直播开着吗？对啊，斗鱼，斗鱼四六七八四七，四六七八四七啊。哦吼，还有主播呢，要给力一点啊！我是那种娱乐主播，颜值主播，就是比较坑的是吧？卖萌的那种是吧？对，就讨饭的那种。跳群，跳群，你管啊！我把人杀完，你们填包就行了啊。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我躲在角落里啊，我看我观战。一天什么就这样，开播啦，吃鸡啦，下播啦。哎呀，太爽了！牛逼啊，我上了。等一下，什么平台啊？等一下，我登上去看看有没有能不能看到我。斗鱼平台。等一下，我看看我自己飘逸的身法。抱大腿就行了，抱二号大腿。我操！一说你是主播，看这里都不贴人了，我操！一个人没。没人吗？安全，老安全。一个人没有人。这里面一听主播来了，全跑了。都是演员，他妈的！到补场吧，补场这边吧。你尿逼来一发。好好，我给你个八倍。好嘞。没好东西啊。四星人头数就差三个喽，大佬们、老板们，帮忙凑个人头呀！哦，对了，我今天又忘了说打水友号，大家看屏幕正上方，免费打水友号啊，免费打水友号。赌场有个饮料机。免费的水友号加我右下角的微信发给我就行了。这口上面谢谢美丽的大魔王。你们边上有车吗？我有车。看一下那个空投是不是很近？我看一下，没丢。没落，没落，没落。哎，落了，连上。很近吧？连上，连上，连上。你也很近。走。你跳下来，我。OK。无敌了，捡到空投，基本上99%实习了。你们搜一下吧。我们捡了就回来。可以。兄弟们看到没有？我们现在捡空投都不需要自己开车了，有司机了，有司机帮我们开车。
倍进口，我给你这个六倍四倍怎么样？正常正常。OK， 我有四倍，我讲六倍就好。我有两个六倍，我有两个六倍，等下可以给你分。八倍不要了吗？我捡了，再捡着。那怎么地上还有一个？还有四倍，六倍，多一个六倍，没事。99%吃鸡了。我是不是就是那个1%的几率啊？不可能。滴滴司机。这把我多带点 AK 子弹，准备屠杀。一把没空，怎么好歹也得杀个20个吧。给个机枪的枪口给你啊。我有一个消音，我就打消音吧。这把我感觉我能杀20个没空。拿没空吗？对。没空，18好差。有几秒，帮我找个几秒是吗？好，你回来了，我操你！我给你带了个红点。好，谢谢。我现在还缺扩容屁股，36屁股，没空的屁股。都在玩要不要？要的，要的，要的。找几秒认真的吗？怎么？鱼箱扩容要不要？要的，要的，要的。OK， 我下去。OK。哎，2号是对吧？对啊。6倍，我有8倍了。我操，完美。谁还要6倍？不要不要，烂大街的，我操，多得很。帅了啊！有狙，有这个连狙或者在这个双狙都可以，给我找一把。2号，我找到红点了，你扔了吧。OK。这局吃个什么鸡呢？5香鸡，就差一个扩容了，就毕业了。我就跟着你们躺机的啊。好了，我现在就差一个扩容了。什么扩容？步枪的。哦，那走。叫我塑料了1号。去摇点饮料。
主场又有主场有饮料机啊，楼梯口上去。没痛在手吃鸡屁股啊。来车，你车了。行了，是的，是你的。停了吗？停在哪里啊？没有，没停，走了。打了一枪。收一瓶。他这边今天饮料。可以杀人了。我们有两辆车的，对吧？对。下面尿在哪里？捡了，我给你。我三号的。谁要那个狙击枪的那个枪口？听我吧。哦。那个六倍四倍镜六倍镜还有吗？有六倍枪。那个416有人要吗？有416哈，在哪里啊？标在这儿，来我这儿。AK 子弹的话，你们可以再给我匀一点。妈的，你打他了！都放哪里是吧 ？M 四。对。二点。我把那个枪口给你吧。好 ，AK 子弹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AK。AK 子弹来，我给你，我41发给你吧。好，这里416在这儿。在上面吗？楼上吗？在上面。哎，那个46倍镜的话，再给我一个，我打双狙。来，我要六倍。OK。上面有把 M4，过来拿。他得搜过了，这我搜过了。那边有个垂直，看到没有？100的那个上面。AK 子弹给我点声哈。AK 子弹我就是。来，谁要？来给你，我没有打 AK。我来，这个垂直啊。来，一号。好，稳的。OK。行。完美。哎，喝的谁要？喝的谁要？喝的，走。等一下，我想一下。我们在这等一下，看能不能阴人从这个从我们这边过的人能不能阴到。哇，你又是妹控又是98K 啊。对，双狙啊。你们要喝的吗？给你们点了。来，你看二号要不要？没事就喝呀，我不要了。多的话就喝。给我这边喝的，我上去把烟捡了，点烟。
周地上我来拿。哎，五五六给你一点吧，来。我不要五五六了，我现在用不了五五六。七六二，七六二，七六二。对，七六二要的。我包里还有六十。OK， 完美。饮料呢？要给你。你还要不？进房子了，轰炸区。他们舔我了吗？有人，放下哪边？一五一。蹦蹦吗？对，刚过来个跑车。我们什么车炸了？蹦蹦。因为去那个一五零那个房区的，等缺刷到我们就走啊。好。还有二十根给你杀吗？没了，这反正就吃个素鸡吧，素鸡。王者是一般不趴下的，趴下的时候都是在反杀之际。反杀之际。准备溜溜球啦，走了，兄弟们。我操，这是全面圈啊，我往哪跑？还要跑吗？不要跑了，找个地方架着就得了。上山吧，我们上山吧。我看上山坡上吧。不需要开车吧？哎，有人打我，山上，就山上，就山上，我们直接105的方向，直接开车压上去。等一下，要上吗？要上我都过来。就是刚才他们那几个人。搞不搞？我跟你走，你他妈真的牛！我擦，这么屌！他们应该就一两个人吧，要不压上就搞他。他们对，不着急，几代拳了，稳一手。还有个车，那个东北方向有两个车。把车藏一下，我们这个车被打了一个轮子。我去看一下还有没有车。
有车有车，那边还有个四轮的，还有那边的，我去找一下，待会儿用的，我就开过的，我就开过的。那你开了个，你那个吉普也是，你那个吉普也被打了吗？先进圈，先把车开到圈里，等圈刷，把车开圈里，先把车开到圈里，找了烟蒂藏好，别被打了啊！我看一下哪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的？加油站吧，开加油站来。我都上二号那里走，走啊走，跑过去，我跑过去。